讲过，包括啊，我们最早时候所有国家的首脑，只要来到上海住的就是和平饭店，右手边这个就是和平饭店啊，最出名的萨斯克乐队啊，萨斯克乐。大概就三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，所以各位啊、哦、外面呢有在下雪啊。小齐帅不帅？这张最漂亮。